味，无别的清净大乐。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，但他的光耀却遍及世界。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，但是此刻他端坐在净洗净土的坛城中央，这和娇慢的世人有多么的不同啊。当一个国家领袖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，人们会说某某人死了，如此而已，不比一根蜡烛烧尽一坛水蒸发重要。佛法这个字也意味着去修补或去矫正，去纠正所有的缺点，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？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将留存下来，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。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煞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讲这《楞严经》第41集。今仔日阁讲即个《楞严经》的第2卷，经文安尼讲：你见八种见精明性，同于恶随凡，何以故？若凡以明，则不明时，无惑见暗。随明暗定，将未差别，见无差别，诸可凡者，自然非你；不你凡者，非你是谁？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安尼讲啦，讲你阿难。有看到迄个明暗，八种的迄个景象外景，
你明见的迄个精灵光明心性，应当归还到哪一种境上呢？为什么呢？如果能看见的心性归还去光明的境上，那么到半夜暗蒙蒙无光明的时，就没有心性可以去看见黑暗。虽然境上有光明、黑暗，你讲八种就是外境的第一光明啦，哈。第二黑暗，第三通达，第四勇士就是有物件挡掉的，第五纯净六根所缘的六尘，迄尘境。第七空无，迄虚空啦，啊。第八空无，第七啦，混浊啦。运作就是吃落哈，天气灰茫茫，运作白白的清明，清明都好过吼，安尼吃清吃清安尼哈，这八种各差别不同，但是。你会当看迄个精灵心性呢，并无任何差别不同。你心性会上去，会当去看各款外境哈，我看遐外境拢会当规范。这个日光规范日头，月光规范月亮。山河大地，看看几万山河大地，但是你的心性无可规范啦，啊！你的心性，拄啊讲，你若规范去光明，你到暗时煞无迄个心性看暗暝啊，所以心性袂当规范去多一位，迄是每一款八款境界拢会当规范啊。所以，即个你所看的境界吼，各款差别不同，迄拢会当规范的，规范迄起因所的处所，自然会当规范的，就是外境，唔是你的心性啊，这你要分清楚。迄个袂当规范的，灵见精灵吼，心性，迄就是你的真心实性。若毋是你的真心实性，是啥物人呢？所以拄迄个文吼，迄原文你看起来感觉呢，无通好了解哈。不逆反者，非逆是谁？就是讲，迄个袂当规范的，啊，毋是你的真心实性是啥物人呢？顶面佫讲，自可反者，自然非逆。遐个八款境界会当规范伊，
伊起源的所在，当然都毋是你的真心实性啊。迄原文爱知影，就是伫遮。经文阁安尼讲哈，即地逆心啊，本妙明净，逆自灭门啊，双本修轮啊，于生死中啊，相比飘逸，释迦如来明可怜悯。即段意思讲，佛陀安尼讲哈。讲因此你爱怎样哈？你的真心本来就是这妙用，这灵化的啊，是这光明清净的，是你自己哈，迷惑文塞。自己心内去妄想烦恼，啊，迷惑，甲砍掉咧，文西就是将真心是先砍掉咧，啊，丧失了你本有的真心是先啊，啊，去认迄个妄心为你的自心啦，认察做主啦，啊，所以他对于迄、那个。六道轮回去受苦受轮回，六道就是，天人阿修罗、畜生、五鬼、地狱啊，六道安去啊轮回苦海，啊，所以伫这生死苦海中呢，常常长久伫遐咧，去漂流。春泥就是一捆啊头顶落，啊一捆啊浮起来了，啊、嗯。因此，如来讲，这众生安尼吼，迷失了自信去轮回，实际是最可怜的。经文阁安讲哈，阿难言。我虽摄取见性无烦，温和得地是我真性。佛告阿难：我今闻你，今你未得无漏清净，成佛心力，见于初禅，得无障碍。以阿那律见娑婆界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诸菩萨顶见百千，见百千界，十方如来恭敬礼顶。清净国土，无所不足，众生同时啊，不过分寸啊。这段文讲，阿难尊者都安尼讲啦，讲我虽然认识知影讲，这灵见的心性。是无所在好规范，八种境界拢外境拢会使规范起原来。啊，我这个心性吼，会看见的心性无当规范，但是我要哪会当知影，这就是我的真心实性呢？佛陀都甲阿难尊者讲。我现今要问你啊，啊，你即马还袂证到
迄、那个无烦恼老实的清净果为圣果。因为阿兰敢那中道文阿无实修啊，所以阿未证得阿罗汉圣果。嗯，证得圣果到断烦恼，烦恼做忧劳。忧劳就是讲心内有烦恼吼，就像一个杯啊壳啊，有一个漏空。底啥牛奶落拢流了了，心内若有烦恼，就是像安尼有漏空，所修功德拢迄道行拢流了了，啊，所生烦恼就忧劳。讲你还未证到迄、那个，没有烦恼老实的清净性格啦，但是受到我佛陀的神通法力吼，会当清楚看到迄个色界上下开啊，做初禅天的范围内，六六天搁起来都是初禅，初禅起来啦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。你看到这初禅的范围内。你靠我的佛力吼，会当看个清清楚楚，无任何的业别障碍啦。嗯，二，迄、那个天眼通第一个阿那律啦，阿那律尊者呢，伊天有天眼通啊，所以伊看这个。三宝世界就是咱这世界吼，讲到像迄、那个，伫迄个所藏中的迄、那个阿摩罗果，印度一款果子啊，做阿摩罗果，听讲是，像柠檬啊，椭圆形的，安那都有天眼通伊咧看这世界，清清楚楚的像伫迄、那个。手中啊，一粒阿摩罗果安尼，哈！啊，遐菩萨呢，都经会当看到啊，几百几千个的世界，十方所有的世界，所有的如来呢，境界更高，看更多啦，哈！会当恭敬，遐像微细定力。一粒一粒点了一个世界，一粒一粒点了一个世界。啊，恒河沙的世界啊，清净佛国净土啦，世界，如来拢看个清清楚楚，无对一只看袂着。啊，而咱凡夫众生呢，所看的呢，不过分寸，凡夫的境界，你看物件是一个小所在安尼，哈，小点尔。阿那论呢，有当个。佛经称作阿耨多罗啦，阿弥陀经内底都念着讲阿耨多罗，哈，就是阿那律啦。翻译咱中国的意思，就是无障啦，没有障碍。伊吼是复杂的大地主中天眼通第一，人看袂得伊看会着。伊含释迦佛是相共伽比罗卫国的王子啦。迄个释迦佛的父亲啊，做净饭王，啊，因阿姐啊做学饭王啦。阿那都是学饭王的王子，所以是释迦佛的堂弟就对啦，这八小弟啊，嗯。啊！伊来跟佛出家吼，有一日，
咧听听这个佛讲经的时吼，当遐打瞌睡啦，啊，佛看到个寂静个，个寂静呢，还有跩决誓下定决心，要改起迄个爱困的歹习惯，决誓唔爱睡眠啊，大家拢担遐济。还有你睡眠无正常哦，都故刷变目睭哪来哪失明去。后来伊吼精进修迄个禅定吼，所以都证得迄个天眼通啦。啊，所以天眼通哦，天上人间拢看会到。楞严经就安尼讲啦哈，楞严经另外一只讲。讲，这些众生，处处众生啊，不惜本心啊，受此轮回，经无量劫，不得清净。该因随顺，杀得因嘛。讲这些众生哦。未当看到本来面目真心实性，啊，所以伫六道中轮回吼，经过安无量劫的时间，拢未当恢复清净心，就是拢因为伊起烦恼去造业啦，做杀盗淫，遐恶业弥勒所闻经同安讲，行是不善业。到因缘故，对地间五鬼畜生啊，三恶道因十善业到因缘故，生天界去人界。咱讲十善十恶，十善就是身体杀盗淫，十恶就是身体杀盗淫，嘴妄言其意，恶口两舌，心内起贪嗔痴。这十项若去做的话，就十恶；啊，这十项若无去做，就是不杀、不得、不淫、皆是本啦，就是十善啦。十恶就会对着迄个地界五鬼畜生啦。啊，那十善呢，就会升天界、人界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佛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。14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去念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随喜传道寄去，到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听消费来加套。伊伫马来西亚一个林居士，搭来加套百几本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设一个国际网站。将我翻译的白话佛经，放予全世界收会到。我电视伫电视所讲的这，因有出版电视讲演只九本，各位老师啊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俺遮若有一点收入，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救难，佫收几啊高字，佫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主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众女众，想要出家。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俺遮头前店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地府正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啦。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到足大个灵感。8-9年前，我有人无过含海，从地方反映到最高反映，已经判我死脉无罪。伊阁要继续甲我上诉，啊！我跪在咱300吨观世菩萨头前，求观世菩萨爱甲解救。有一人望见观世菩萨来我头壳顶，甲点高热水，休甘热水啦。结果无偌久吼，真正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马啊，提未出人证物证，无啥物证件，未使阁上诉啊。到这为止，他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。
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给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高产新桥红丝，中奉南海普渡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丝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4584，户名：新桥红丝，电话：07-631-2291，631-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寺院呢，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，会漏水，甚至会漏电，还去看到发挥吼，老大人跋倒受伤。龙岩寺是在台北市，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围绕都跟申请第一间寺庙，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，让出家人有资源可以在佛法的教理深入精藏。除此之外，龙岩夜间佛学院还有做慈善帮助弱势团体，目前呢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，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，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十方的护持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，让社会更认识佛教，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来净化整个人心。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哈，给他道三行道好齐哦。是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告诉了我们，过去佛与现在佛，佛佛道同，唯佛与佛乃能证之诸法实相，让一切众生了解，我们本来都能够透过佛法修行来成就、来解脱，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。从前直到现在，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。那当然希望阿伯还有很多经费，大家到三港，让他能够早日完成，发挥都市道场弘法利生的功能。阿难陀尊者多闻第一集经传法。阿难陀尊者自幼出家，记忆力极佳，是佛陀弟子中多闻第一。现代佛弟子能听闻佛法，正靠着阿难陀尊者于佛涅槃后，于集结圣典一字不差地背出佛言教法，而后也成大迦摄尊者托付，领导僧团，肩负弘传正法之重任。一心顶礼尊者阿难陀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以戒为师，依法而行，使佛陀法身永传于世。